啊，你找我。小包子，你想信慕慕言他们吗？想，每天都想。他们不在，我觉得家里冷冷清清的。是啊，没有他们，这家不像个家呀。小包子，我们去黄州如何？妈，你说真的？真的。妈，太好了，那咱啥时候走？明天一大早。明天一大早？哦，好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哎，妈，过了明天，咱们就可以看见兴隆和如烟了，太好了。宝国做长衫了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黄州。咋说走就走了？事先也没有提过。做母亲的总是离不开孩子吧？啊，这些是荷花临走以前让我转交给你的。这是您给我准备的嫁妆，我让嫂子拿去办吧。荷花说：“你是金家的媳妇儿，不能让你受委屈。”